这个悼念猴跟第一段那个悼念猴一样，重式，但这个重式你要注意，这个下来是第一动，这是第二动，第三动，第四动，这个不是起，这是右正线，这是左正线，这是在正线中正安舒，又到左正线，左正线到右正线，掌心脚跟间合过来出这个，这是单动，这是双动，这是双动，